哎呀，真是烦死我了，还想省点钱来着，啊，抽一个328吧，走你。庆典礼包买了买了，好，全部买完了。哇，小花加了10万，提升自己吧。哇，加了16万接单，太牛了，升到 VIP 十了，我直接 VIP 十了，开心。结束了，这是同时进行的比赛啊，直接胜利了。哇，看这鬼畜了。护标啊，这个蟠桃有人在护送，结果被人打了，这里就会提示让你做一下这个护标，这种标志的这个提示。反正我既然已经有钱了，所以大家说我智商低一点没有关系的，对吧？毕竟你不能让我啥都占了，对不对？你还是要给他别人一些面子，不然他恨死我了。这个寻宝我看一下，寻宝34，其实抽哪个无所谓，抽这个吧。为什么要抽这个？因为昨天抽上面那个抽了1200次，下面这个抽的比较少，所以我估计下面这两种宝石，就天空石和这个天命石比较少。用鞋子，我刚用了，不知道它为什么没过去。好，天庭安全区吃桃子还能吃20口，来来来，好好吃一下。等一下，这个境界先提升，境界越高，吃桃子给的修为就会越好。来，跳过跳过，修为不够了，快吃桃子。20口会给16万，3个的话是48万，哎，不多也不少。然后豆腐将今天告诉我，他说这里面是有这个压制的境界威压，可以对右上角看，可以对境界目标、低境界目标造成额外的伤害。哇，这人他说眼看我直播2万把他的衣服买走了，他本来想把那个2万的改成1000的卖给我。云垢是什么东西？和装备可以合一下，这好多红点还没有搞，这个桃子。哎，不能合成。来，剑鞘还是地下袍？我觉得给这个袍子搞一下，对吧？哇，那么多，来合成一个。装备还可以再合成吗？再合成一个这个剑鞘。合成的剑鞘不能用吗？6阶的，不是7阶的。这个呢，护符，6阶的不行。这个六阶粉色的就是厉害，成就领取下，成就我又是第3名了，那么牛掰！桃子去吃啊，这桃子就吃完了好像，我们找个桃子吃一下。哎，周135开启，这蟠桃今天只能吃一个了吗？为什么今天就只能吃一个？好奇怪。然后另外这里这个是可以使用了吧？啊，这个要升阶，翅膀升阶，然后就可以使用了。再培养加了1万8，我加了5万，然后这里再激活，这个蛙符加了63，昨天抽到的没有用。然后这儿再一键使用，我这个单用满了又加了9万。点对话还能再吃2个，点对话哦，这喝酒上线，点哪儿的对话呀？左边任务栏是没有的。他刚刚是怎么吃到的？我的大爷，你们谁知道这个桃子是怎么吃的？我刚刚是点日常，点日常这里这个吃蟠桃就可以了。它显示的是135，答题左边寻宝，看一下，哦，答题这里，弹幕开一下，不能抽取的，星君，哦，这里有蟠桃，这蟠桃我点了，显示的是今日喝酒上线了，现在是7:37，它没有到50，中间这个蟠桃我点了没有用，不好意思，答题还有二牛。哇，答这个也给这个，我的天呐，给6000的修为，渡劫成功率，第几单？我靠，还可以答题加修为的，那我就修为少了很多。你们今天吃了几个桃子呀？我今天才吃了一个。耳环买到没有？好像买了，不属于西安的埃菲尔铁塔。等等等等，这儿我先退一下这个地图啊。哎，蟠桃活动已经开启了，然后重新再进去，说不定又可以吃2个。哎，又可以吃，好了，又开始吃了。这儿应该算一个小的 bug。你卖给我的，我看一下技术行。有人说耳环，耳环没喽。7阶这个耳环对我来说没有什么用，答题也要答。傲天令、偷天令。对了，我答题都是我们这儿的人。你看对面的大佬，他都不知道这个答题。开启云渊幻境，肯定是 VIP 等级。哦，我没有买就被别人买去了。好的好的，问题不大。哎，答题已经结束了，这好友加一下。不见，哎，蟠桃大使，我的仙女收获了果实。是每日的官员俸禄，给了5个戒王令，使用之后可以召唤这个国民，每天只能使用3次。我的天！一会儿打国战的时候，我今天试了一下，用掉了一个这个戒王令，就是人界的这个戒王可以使用，每天可以使用3次。哎，其实帝后东西方的这个真王都可以用。好的好的，领取这里 BOSS 悬赏的击杀。哎，那这个开服狂欢也完成了，好，这个开服狂欢已经结束了。哦，这里的这个限购，我的天呐！我还得充钱，我这钱80块钱不够，这里感觉还得要一个198。这个桃子最后一个吃不了了，蟠桃已经到了这个上限。好的，然后我们充一个，充一个328吧。我的天呐，走你。好，把这个限购买了，活跃有礼领取一下，
庆典礼包买了买了，装备合一个头，另外看一下还能不能合。我刚刚已经合了一个，技术好像多了一个七星的粉裤子，来坑我的是不是？好，全部买完了，累一累充啊，这里，哇，我们再充一个198吧，就刚好把这2000拿了。这累充2000不拿白不拿，哎呀，真是烦死我了，还想省点钱来着。买宝石，我觉得买宝石亏啊。七阶装备圣器自选，哇，七阶圣器自选，这个牛掰了。宝石，宝石，还好今天升到了100级啊，宝石又可以提升了。这里所有的都是七阶的，没有问题。来，一键提升，好，又加了26000，这每加一点都很难得。强化要不要搞？直接搞了吧。哇，强化加了100000，这个元宝花是真牛掰。这里还可以再提升，到时候4个来提升吧。先不着急，飞石没看左上角，沧海明月升级，还有什么烽火雷击，银根又可以升级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可以去挂 BOSS， 一边挂 BOSS 一边提升自己吧。哇，加了26啊，接单，这牛了！挂 BOSS 去，明渊幻境，我们今天已经可以挑战新的第四层了。第四层七阶、八阶、九阶，尽量挑战高阶 BOSS， 我觉得这样比较好。相当于是换取未来的这个优势，背包里的装备马上开，马上，我先看一下这 boss 能不能打过。刚才给了一个七阶的装备，都找找啊。哎，这个是什么？灵兽提高2%的闪避几率，这个技能感觉很给力。顺便给这个灵兽升个级是吧？103级境界。哎，这个没有了。好，技能是蔓藤生长，可以升级，加了5000。这里可以替换一个，我的天，这个直接从3级升到6级，高级屏障，增加这个防御效果。我觉得这个红的还是先不要用，我觉得这个葫芦娃估计也很垃圾，以后应该会有更强的，到时候比以后的灵兽我觉得会更好一些，可能还有更新颖更厉害的性能吧。然后情缘的合影做一下，摘取果实，再做一次，可购买一次，技能是继承的。我在想有没有新的技能出现啊？然后灵珠可以再镶嵌一个上品火灵珠，1088000了。所以那个人其实也不是特别牛，他也估计也是到了，我加了15000，可能他也是到了100级，所以加了好多这个战力。这里37000，力量不足，直接提升。好，110级才再提升了，兽魂一键使用，哇，又加了87000，这个战力现在加的很豪爽，自己可以升星。武器升级了一个新的，激活一下50000。刚才技能是升级用了，红书就没有了。OK， 那个技能应该是开一个新的技能可以使用。这个 BOSS 可以打耶，7分钟才能刷一个。我就打这个9级 BOSS 吧，这个9级 BOSS 慢慢刷。剩下这个个人 BOSS 之间也出来一个新的个人 BOSS， 还不错。个人挑战100级，7阶 BOSS， 现在是7:46，我们准备10分钟之后准备这个国战，赶快再强化一下自己。抽卡，哇，这个打得好快啊！抽卡，免费的抽一下。哎，还有这个抽奖券，怎么有那么多抽奖券？谁给我的？盒装，马上。哎呀呀，装备合成可以合一个袍子，对吧？然后加了5000战力，这还可以合一个啊？怎么还可以合？200000，再合一个，又加了5000战力。这个合的我看的不是很懂，这剑鞘怎么一直都可以合？我醉了，碾压，这个合的没看懂，太奇怪了。再提升一个境界，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修为的这个搞一下。哎，药源，这个先不要升啊。人气7500，人气是什么鬼？好奇怪。宗门的升仙塔，这里还不能挑战吗？我这里可以点点挑战，合成身上没有的部位。这样吗？明白了，我可能合错了，我刚应该合。这个是不是这个蓝色的紫色的装备？主要是它那上面显示一个这个箭头，我没看明白。每日累充有，确实还有一个自选装备，这里排名第26名。哎呀，我那么认真刻苦努力玩游戏，竟然还排第26名！哇，这金星都到70层了，六牛掰的吗？这里豆浆、溜达、叉叉叉，我谁都不忍，但是我这儿又提升不上去了。溜达、豆浆，找一个战力低的踢了。哎呀，他们战力其实都不低，我能不能挂50？哎，挂不了，这个就让一让你们吧。无望图就不抢你们的了。收一单，未来他怎么搞的？有请他在群里讲解一下。哦，这儿可以突破他的50000，再培养14。啊，这儿又没有这个玉了，那没关系，用点这个元宝呗。
这个提升完能加很多战力的。好，125级才能再提升。这个突破啊，这个雷神之灵其实也是需要买的，每周限购有吗？雷神之灵没有了。其实这个也需要天降之灵、雷神之灵，这个才是有的卖的。我先等等，先把福利这里起伏我拉一下，多给我的这个元宝，谢谢。啊，现在彻底没有钱了。技术行，这个东西13000有四个，合适吗？天降之灵，这个13000我先买了，对吧？问题不大。角色成就，你卖给我，好的。然后锻造、淬炼先等等，套装可以激活，激活加了47000。看一下背包里那个切装备啊，那个盒子我还没找着呢。哎，这里6级宝石自选，选天空石、红色魂珠自选、天神自选，那我肯定选最好的呀，选3个大神之灵，虽然暂时还用不着。7级装备在这儿，我看一下我需要一个什么，就是上面的8件装备都可以换，我来一个这个护符。好，地煞护符来一件，7级地煞护符加了100000，还是7级牛掰啊。然后炼化一下装备，橙色的就分了。橙色是橙色的不能合成吧，我看一下，橙色只能合成橙色的，橙色留着。橙色可以合红吗？我就把紫色的分了呗。橙色可以合到红的，好的好的，这很关键。4个16000，哇，这开始了。天降之灵10000的，破天之灵是什么鬼？这个就买了吧，15000算了，还1亿战力了。哇，你这个眼睛比我要好，我甘拜下风。把那腰带合了，这个合成也许是橙和红的可以合，但是还没有开放腰带，有这个腰带是吧？快速选择合成腰带啊，这腰带都能加这个战力，有掰。其他这些其实好像就没有用。让人装备淬炼宝石升级，一键镶嵌，一键升级。好，又加了10000，继续可以合到红色。好的，我又加了这个套装，又加了90000。你们哇，感谢你们的辛勤指导，再合，再合。哇塞，合成红色的了。哇，这个合成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？怎么这样就把橙色的合成红色的呢？其实这个地下袍还可以再合，对吧？我知道了，相当于是这个有等级的，哪怕红色还有好几个等级分门别类的。现在我们高第二名，高了100万战力的。我的天，不好意思，这游戏你们说了算，你们真牛掰啊。需要我先图挑战一下大白，我承认我是很白很可爱的小白，好吧。御马监封神台蓬莱授予，哦，这个是副本，一会儿去做一下副本。不是啥，就有点萌萌萌哒。有20000的礼包，客服说下一档是15000的。这种合成我还真没有见过，我根本就看不出来那个橙的可以合成红的，根本就看不出来，谁知道那里可以一直合呢？魂珠开了红色的，可以考虑。第二名比 V10， 我觉得这个 V10 可能都要干到这个 V11 了，然后我才是一个 V9， 把它气炸了。你说15000才有礼包啊，现在13000没得礼包啊。一会儿我们9点钟还要打一下这个龙气争夺和那个蟠桃的活动，绝饼千万别喝。我不会做那个变化肯定不做。这魂珠你们说我要开一个什么？开一个破甲防御型都行。绝饼和道气概率才10%，哦，这样子以后红的可以合粉，明白了。好，这个红色的魂珠可以自选彗星，来一个。有人昨天说这个彗星很好，狮子升阶。好，等等，我先把这个魂珠升一下，把这个升级替换成这个彗星，又解锁了一个成就，来炼化一下。是要准备国战了，最后2分钟。其实我们之前今天白天的时候讨论了一下，感觉我们人多就 OK 了，别的都不用管，换个衣服，战力别升太快，对面跑的就没有意思。好的，你说的我觉得很有道理。哎，先不要打了，副本暂时也不要扫了吧，现在都可以升到这个70级了。好，准备国战吧。国战我们是和人界作战，国战的指挥我看一下，我在这儿可以拉这个令，尽量多使用这个帮派的召集令，它是用这个宝玉买的，我们买个30个应该够用了，反正这个也很便宜。之前我们玩远征的时候，哎，新军召集所有的新军，对吧？应该是召集一个子民，这个到时候要用好。黄色的衣服要换就是蓝色的衣服，来搞一个绿色的衣服，然后这个腿看起来就长了不少，可以吧？我血量没有了啊，咋办呢？好，我去缥缈仙途那刷了一下血量，现在血量就满了，要打架了。其实我不知道怎么样站在这个位置啊，还有35秒，平天策抽取一下，有没有次数？哦，这个不是我抽取的，别人也可以抽，就是那个帝后和无极阵亡他们也可以抽的。然后我们这儿荣誉国家排行榜，小王图是普通国，不是小王图是弱国，他们是普通国，
啊，这什么怎么个鬼？什么鬼？然后这儿国家外交历史交战次数，好，我们传送过去，开启国战。好，大家一会儿可能会比较卡，国战开始了，先进攻天门镇守，打开国门，走。天门镇守，这里是仙界的王城，就是敌对工会的这个王城，打他们这个天门镇守的雕像，然后这儿拉一个令，我靠，卡死了，卡死了！来，我拉一个帮派召集令，召唤一下。哎，不能在敌国境内使用，好像可以开语音，对，可以开实时语音的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先打。我这儿怎么就七杀了？七杀五助攻，屏蔽一下，来看一下国战的时候屏蔽我国玩家。好的，哎，现在好了，可以看到我们这。后面还有很多名字，天门马上给你打崩溃啊！好了，以西破去打东门神将和西门神将，走冥王符，冥王符是什么鬼？来来，殴打一下这个东门神将，我来了。这里还有蟠桃，这个他们还有运送蟠桃的，也是六六的，这个人都不用管。你可以看到这里其实有很多人的，但是都被我屏蔽了啊！我觉得这样就没有意思了，哎，不屏蔽了，对吧？接踵而至，东门神将，你看这地图上。兵分两路变成了一个 Y 字形，但是这中间怎么有个人，中间有个迷了路的人，哎，这个令月人他也来了，但无所谓，这敌人要防守了，是不是防不过来的，我十四杀了，稍微卡点就卡点，毕竟人多热闹。哎，怎么我要死了，我杀人吧，我负责杀人，通过竞争五行旗，我直接通过，这儿我都看不出来怎么还有五行旗，这复活一下，36米内本国玩家会恢复这个生命，哦，这个是一个 buff， 相当于是这里可以使用，你们谁可以申请使用的，我申请使用一下，对吧，我在这插一个旗，到时候我们这里大家就可以回血了，如果人死了必须用这个绑钻回复，如果不用绑钻的话你就得要从刚才那儿慢慢的走回来，就慢很多了。东门怎么这个血量掉的还比较慢，我们现在才掉了36的血啊，还有60，直接绑钻复活。这个游戏它这复活也很便宜，阴阴怪其实杀这个阴阴怪无所谓，我要杀他们血量低的人，然后最好再杀一下他们这个门神，是不是会好一些？哇，这风花雪月也好难杀，来直接干这个门神，我不管了，我直接干门神。我们这个差距越来越大了，这西门门神都被干掉了，我们不能拖后腿啊！加油，加油！管你杀不杀人的，我这儿 A O E 技能其实也能杀人，这门神都不会打我吗？我们还有15血哦，有这个护国神将，护国神将是在哪里？不清楚啊。我先把东门神将干了，又死了。好，我们去打这个护国天师，这阴怪就怼着我杀，但是无所谓，我们这杀的慢，就怪这个阴怪吧。神消符，这符好像可以再退出去取消，我把我的符给取消了。然后这里还有一些旗子，这个符也可以使这个玩家使其伤害提高50%，持续20秒。我这些符也可以使用一下，可惜我这不能召集。来，这润水旗我们使用一下，击败敌国玩家会为旗主回复1%的生命啊，为我回复生命啊！来，护国天师打呀，你干嘛跑别的地方去啊？他们好多人都跑到这个护国神将去了，不过我这儿倒是没什么人。申请一个，其实相当于是申请了以后我就变成这个 boss 了，是不是？哎，等一下，这大哥为什么老是会跑路啊？太奇怪了！来，我这儿把这个符使用一下，每2秒恢复10%的生命，使用这个甘霖符。这符是有这个好长的 CD 的，哇，300秒，5分钟才能用一个这个符。把这个符用好了，其实有点像那种策略型游戏，不像是竞技型，不像是讲操作的，它更像是策略型游戏啊，这样就适合我这种氪金的玩家了。大安祝福场上所有玩家使其获得3秒无敌，效果结束后受到伤害降低50%，这些等等，打到最后一个时候我们再去，就我们就是人多，现在是我们打他们，然后他们什么时候打我们还不清楚啊。冥王符真气没有了，真气的话我看一下，好，真气这个药水我们买满买满啊，买满，但我没有这个元宝，没有这个元宝，我的天，太惨了吧！感谢应用苏菲，我才看到没有蓝，不好意思，这里这个银两没有了呀，怎么办？击败敌国50次，这些图是什么鬼？可以为阵法升级银两副本啊、哦！好的好的，银两副本之后再说吧，先不考虑。这开什么语音指挥？我们莽过去就完事儿了。战神复活，我们使用一下，没蓝没什么伤害。好的好的。我这个蓝一次只能用一个，死一次就有蓝了。好，界王来了，界王已经激活，强力复活，直接去界王，来发一个话，所有人直接去打界王，不要打护国天师了，我们就是比谁打得快，应该是现我们人界打天界打一波，之后是天界打人界打一波啊，我发在世界频道了，直接去打界王，我发错了，我应该发在国家频道的，哎呀，这个指挥失误了呀，我的天，拉令，好，我这儿好像不能拉令的，
借名这儿可以召集吗？哎，好像用了一下，用了一个这个召集，是不是？我的天！然后再试试帮派召集啊，帮派不能使用。啊，这个有冷却时间，哇，这个可以召集的，在这儿可以用这个借名召集，但有五分钟 CD， 是间谍，没有关系啊。这里可以疯狂使用这个符，其实战力高的人是可以来这儿申请使用这个旗的，它这个效果还不错的。然后这个蓝直接用了，这蓝我就手动操作吧，对，来打这个界王，他们都不管他们的界王，来把最后一个啊，这个大安符的符也用了，这里提高移动速度和闪避几率，这个不需要。这个使其血晕两秒钟，神消符晕一下敌人，然后这个激发潜能，使其伤害提高50%，持续20秒的冥王使符，哇，这个三分钟一个 CD， 这个好厉害。这个留掰了，这个好像还可以再用一下。哦，这是有数量限制的，我这敌人都看不着，好多人都没有加载出来，就旁边的这些名字都是加载不出来的。我看切换一下人，有敌人吗？我都切换不了敌人。哦，切换到了，来揍一下敌人试试。界王已无敌兵，回复生命，击破护国神将和护国天师，可以继续攻打啊！护国天师还要打的，来来来，我去打护国神将吧。我的天哪，这个还会有无敌？是，没有蓝了。免费赠 VIP 6可以领取了，哇，这个境界开到这里再领取这个卡 VIP 5 VIP 6好，全部都领取了，战力到420万可以领取，这些使用了，这个 VIP， 哎，升到 VIP 10了，哇，这个 VIP 卡是给这个 VIP 积分的，我直接 VIP 10了可还行，对，去打天师，不，去打神将，神将也要打的，神将也要打，风雪夜归人，他在这揍我们的人，凭什么？打一个够了，打掉一个就行，这样吧，降一下，打天师，好。打完天师打界王，加油加油，应该是抢三个 boss， 现在都是仙的，这不是抢，我打的是仙界王城，千万别指挥，去界王那儿准备拉令，护国天师我去拉令也可以的，真的很烂的指挥，好的好的，界王已经激活了，现在就可以去界王那儿吧，那个已经死了，是的是的，我去界王这儿拉令，好召集，哎，还有一分钟 CD， 这界王还会回血，我的时间都浪费在跑路上，是的是的，您说的是，现在全部打界王，来打界王，打界王，这又被谁揍了？暴锤鹰怪，我要打界王，别管，试试第二个令。好的，好的，星军召集，召集成功，全在跑路上了。拉完令我去神将，等等，这个界王好像直接就死掉了，要不要去打天使？我不清楚啊。先看三十血能不破，好、啊，能破。来，谢明召集，好，召集召集，可以了，又召集了一次，都过来都过来，打这个界王，界王界王，这个确实是经验符，不清楚又要。哎，怎么还有个人界的护国天师？哦，人界的是我们要去防守，我知道了。天师没血了，没有关系啊。这个天师是人界的，是我们要去防守的。但我不防守，直接把他们界王打了就可以了，对吧？好，结束了，结束了，这是同时进行的比赛，直接胜利了。豹子头给了界王最后一击，获得了这个胜利。我击杀的是四个人，对面击杀了243个人。哇，对面这个击杀的是真的爽，我们奋勇杀敌。我靠！领取下面的这个奖励啊，领取奖励，进攻方是我们，防守方是他们，那是不是还有一会儿，还有一段吗？玩过北凉就不要怎么打，不好意思，我没玩过，这里杀不杀人无所谓，但我想问，国战就结束了吗？怎么我身上这 buff 啊，我死了，哇，带着鬼畜了。